DSP 是什么？ DSP 即数字信号处理，它是英文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的简写。DSP 是一门面向电子信息学科的专业基础课。具体来讲， DSP 是以数字形式对信号进行分析、变换、滤波、检测、调制、解调以及快速算法的一门技术学科。DSP 技术有精度高、活性大、可靠性高、十分复用的优点，并且随着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， DSP 技术应运而生，并得以迅速的发展。DSP 技术现在已广泛应用于数字通信、雷达、遥感、声纳、语音合成、图像处理、测量与控制、高清晰度电视、数字音响、多媒体技术、地球物理学、生物医学工程、振动工程以及机器人等各个领域。